宗宪结婚后育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，其中儿子陆锡派和大女儿吴珊如跟随爸爸的脚步进入演艺圈发展，二女儿吴泽涵去年结婚，三人都曾经在媒体前露面，这小女儿从来没有在镜头前曝光过。而吴宗宪曾经公开表示，三个女儿中小女儿的美貌是第一名，令许多网友更加好奇小女儿的长相。最近吴珊如就首次在社群平台po出三姐妹的合照，只见三人都留着中分长直发，同样都拥有相当高的颜值。尤其是照片中坐在右边的小妹，全身散发满满仙气的模样，更是引发网友暴动，纷纷留言狂赞，真的好美，超正大。